会向最敬爱所道亲真贤大德，大家好，吉祥平安。咱的节目呢，是咱慈天毕生公所提供的心灵讲座节目，在咱本台本周日来播出。啊，请咱同道啦吼，啊，会当来护持慈天毕生公母娘慈悲啦吼，咱道祖呢吼感应，喜结善缘啊，咱呢希望讲吼。讲的是千百千百道理啦吼，有需要服务啊，咱的电话就是咱慈天毕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请咱加空五感恩。来，咱今日呢，伫这呢啊，做着咱一点钟的播出，希望讲咱的道亲呢吼，多多来批评指导啦吼，啊嘛，大家呢会当用咱上欢喜的心来结缘一点钟的节目安尼。来，这个是罗状元青色瓜，蔡大帝师兄啦吼，来讲这个罗状元青色瓜，CD 有无？这是干那唯一的一块，伫电台咧播呢吼，所以讲要爱的，可能市面上去找看卖啦吼。来，咱共同来分享罗状元青色瓜。无烦恼须念佛，只有因缘不懈人，诸事随时若流水，此怀无日不春风。一片白云横孤高，几多归鸟惊迷巢，浮生若到处能安便是家，去世尽匆忙离过，谁人肯相识千秋，没有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心事去世能受益，是非经过不知难，静坐常思自己过，闲谈莫论他人非。又是几年前生佛，无事闲看书卷记，里面生出成年少，痴情淡处到情浓。本是凡心转，是为何入道未尝，只是少时烦恼少，世人多处是非多，富贵百年难保守，轮回六道已循环，劝君早般修行路，已是人生万劫难。世间最大为生事，白云黄金尽枉然。宽心宽怀过几年，人生人世在眼前。家富家贫休叹息，自无自有终有天。平生一世随缘过，才能清闲便是闲。世事纷纷如电闪，轮回滚滚是云飞。对，罗状元好像是
昨天播的咱的蔡大地师兄啦吼，这是咱母女的信歌哦，咱播这就是啊，我讲啊，楼卡咧叫我讲去刷车啦吼，啊你去刷车，啊我提我个啊，较紧要用多一地来播吼，我就拿了母娘这一块啊，后面呢有一段然后是不错的，我跟咱奶奶，那有想要听，没想到大家来给咱做安排。现在吼，有一个人问题啦吼，讲旧事重提，啊两公斤啦吼。啊，咱讲着讲吼，咱人来世间出世吼，啊，滚滚红尘呐，数咱讲数十年也都过去啊吼。咱凡是啊，咱曾经咧做过魔，做过仙，做过神，做过精吼，然后搁再个轮，搁做过人，啊，咱嘛捌做过，咱嘛捌做做啥精吼，精灵、精怪、鬼、魔神啊，有可能哦。啊，即嘛吼。咱的师兄在咧打电话跟我咧开讲啦吼，伊讲梅香师姐，啊你刚讲安尼吼无透机啦吼，人讲鱼也要抬啊抬透气，话要讲来讲透机，啊你讲一半哦，后壁我拢足想的，想足久的，想无你听你讲，咱人一个轮回，有可能啦吼，有时啊咱就无咱无娘讲找囝，找咱这娘囝找六万几年。而且六百几年吼，你安怎个除啦？我们又就是要来硬化时间要多少？啊，伊定安尼讲吼，啊，九六元年伫世间沉入海，那么九六呢吼，咱大家拢知影嘛，九就是乾嘛吼，啊六就是坤，就是坤乾男男女女拢沉迷在这个世间三婆家境，无想要转呀，贪享受啦吼，过来就是啥贪恩爱，名利款式拨未开，一流浪就遐尼久。啊，母娘有淡薄仔后悔，甲遮所有元灵吼，甲伫咧三坡吼，咱讲三山坡上吼，要甲咱分开的时阵吼，善甲凡要分开的时阵，啊，母娘要甲咱，予咱来世间出世的时阵，又甲咱交代哦。恁落去看世间安怎看看咧吼，啊，个人都爱阁知影好转来，迷途知返嘛吼，唔通迷途唔知转哦。啊，你爱落去吼，啊去参的世间看看咧，都敢那袂输讲哦。咱即马足爱去美国啦，唔捌去过美国，甲讲安尼较近啦。没想食个遮大汉，食个遮老啊，妈呀，捌过去欧洲迄边、美国迄边，你用想诶？你没有去过，光想也不真实，也不踏实。啊，咱若有一天吼，赢有钱又有闲。真正讲二十几点钟的飞行机坐咧吼，啊去甲美国、澳洲迄边去甲看下者咧，实地你有站到那个土地上面，去看到他们的风情、民情，啊，所有的去甲看一撮。了后你的不识电内底，你的硬地内底都搁欠起来。人家问你讲美国安怎，你也讲嘛，啊你讲个足真实的。啊，咱人呐，唔知也讲个足虚的，为啥讲个足虚的？就咱人讲不知道，硬说知道，啊就瞎蒙，瞎蒙就是啥？啊，就是吼，啊，讲到尾啊吼，就变成安怎虚，无实啊？为啥无实？因为你无实际嘛。咱人就是安怎，咱的硬地内底欠的拢是啥？不管你来世间走几回，你较早是做神，甲去用变落来。咱听讲吼，人天福报五百年啦吼，五百年你来享尽来时阵吼，啊，你就有可能吼，啊，你搁倒家自旁，还是有可能你搁投缘修仙过来世间搁做人。来世间做人，咱嘛捌做过歹人，嘛捌做过恶人，嘛捌做过迄个真正是讲天理不容的人。曾经，你也想较早的战争，较早的战争为着要地位，一抬就抬偌济啦。你也想五条啦，五条对元条开始，甲清条安尼，干那只所有，咱卖讲啥，咱都干那看到刘备迄个时阵啦吼，啊加这个，咱讲孔明借东风。为着要借钱，在迄个时阵看爱杀死偌济人，啊！你也想，咱若较早咱嘛捌做过十恶不赦的人，啊，十恶不赦的人呢？吼，伫咧转，干尾，所以咱讲的化道就是，咱讲咱人爱学爱学，你即马做人啊，对无？你即马做人啊，啊！你来讲吼，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嘛，老师甲你教嘛，对未晓对真能三十五六七八九十，偷偷甲你教，一位一位偷偷甲你教。为幼稚园开始，开始甲你教，教甲你捌礼仪，
吼，啊，捌咧伊了看讲咱人个深浅嘛，有时啊根基较好个，伊就读册读较悬；根基较无好个，啊，伊就有人甚至于人讲目不识丁，目不识丁就是说有目睭啦，但是都看无迄字，唔捌字啦。但人足巧，唔捌字足巧气个人足济，但是册读足济个人，颠倒做戆代志个人嘛足济，你做大学教授伊嘛做歹代志呢。好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做老师的人，你用多多解释，为什么？啊，都退休金，人啊，凊彩讲就凊彩听，甲一世人所有的心现吼，拢人三两句话，啊，都念出来，倒落，嘣一下，无去啊！啊，你讲去用骗的做老师的，啊，是吃咱这个吼，咱政府头路的退休的，这钱去予人安尼做一届，拢扫扫去，扫较清楚啊，清楚的人足济，颠倒咱这赚较无钱的，这人倒咱袂掉，害咱袂掉。哦，可能要予咱跳，咱都无物件往害，无条件，咱嘛袂来催你。有条件的人，人家是想尽办法要坑你的钱，但是你是想尽办法拿钱给人家，去帮人家数钱。哎，读册拢读足悬的，那不是政府头路拢公家退休的，领一笔钱才阁去用赚去的足济。啊，咱讲做啥人？啊，咱讲戆戆啊做，咱都无也无钱往怪，所以一世人呐无啥物好吃亏。无啥物好算计的，假算计是安尼尔。有个人咧算计算大笔的，啊算大条的，啊咱这是无啥物通算计，所以咱就爱讲吼，人来这世间都吃一回，学一回，咱咪讲先甲咱教。咱较早咱阿公嘛捌讲过，咱阿妈嘛捌讲过，咱老爸嘛捌讲过，咱老母嘛捌讲过啊。死娘啊，都知哦，吃一回啊，学一回哦，吼啊出去都是爱安尼目睭，吼咱讲吼。溜溜秋秋，食两蕊目睭，啊，会晓看世面，来看也对，吼、哦，安尼咱一世人才袂食亏，咱也莫去骗人，啊，但是咱也袂防恶亏啦。这就是叫做啥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嘛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只要讲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要防人，跟你很好的朋友，反正你这世人都是害在伊手，害在伊手头。反正你心肝真软，家破人亡，拢是你上介好、上知己的。人讲破心肝烧天的朋友也无一定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有时阵讲歹人无写你的面呢，哦啊，文质彬彬的人，哦，他的文笔很好，他不一定他的心是正的。所以讲，干阿咱目睭看就不一定真呢。所以有时吼，咱常咧讲，人先爱食一回，学一回。啊，恁讲咱的灵唔免学啊，哎呀，做人爱学啊，学海无边境啊。做人一定爱学，食到老，学到老，食到死，学到死嘛，都、就是啥？学经验嘛。啊，咱讲人爱学，人爱学嘛。啊，灵爱教化，为什么灵爱教化？灵是心性，咱人灵已经无肉体，不过伊伫这世间还佫有流转，伊还佫有流转。这个灵，还是讲咱都还佫有一半一粒吼、哦，还可以造作的可塑之材的精气，还是咱的心腹唔肯甲咱放弃。伊就开始搁甲咱练啊嘛，吼、哦，该讲眼济搁兼过时啊个啊，吼、哦，互你伫个灵山宝地继续一直伫遐咧修炼，修炼甲你有因缘机会，诶，世间有一粒，诶，一粒种子甲你是共咩？诶，啊，一个无形，一个有形诶，恁来斗做伙，有啥来斗做伙？有时啊，咱听讲咱厝拜家神，反正是拜咱来做工作嘛，反正是因为甲你有因缘，累世有因缘，是嘛？一个在性，一个在还，就要来配合。人天共，人讲人天共理嘛，三者定案嘛，即马已经来到遮啊！啊，来到遮，你敢会使唔相信？你不能不相信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某人有时啊，有时啊，一半摆也讲重话啊，吼，为什么会讲重话？一明两句话，天下坤乾共修缘嘛。好啊，既然是乱缘，自然即马世间一定有啊。啊，但是咱未使一直咧讲前因后果。前业后业，一直拢伫遐咧重演嘛，伫遐咧轮，伫遐咧轮，要轮到当时。啊，所以讲，既然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讲三十年一科期嘛，咱母娘来咱凤来仙岛无？六已经六七十年啊嘛，一三十年初降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一三十年一科期，佫再来，佫再佫三十年佫一科期，啊，即嘛六十冬过啊了，又佫再佫一科期，所以讲天地地灵合人心嘛，啊，既然是天地，吼、哦，既然咱今物是讲天地地灵合咱的人的身躯，人爱学灵爱教嘛，啊，既然是人爱学灵爱教化的时阵，那么你就是安怎？上苍有认可的，吼、哦，你即事你就会当做；上苍若无认可的，
像咱咧讲话讲啊，有白医生，然后啊，甲蜜医啊，差伫遮。啊，你讲蜜医会共注射，伊会共医病无？会啊，有诶蜜医比正白医生较牛，只是讲伊无去靠白食安尼尔，对无？啊，我天资地灵拢互你啊，啊，你要哪去行事？啊，咱人既然也是安尼啦吼。伫咱即马即个时阵，咱讲三十年为一科技嘛，啊，已经两科技过啊，即马个领着新科技，就是啥？咱讲天道。天道，咱讲天道要开始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讲丁酉开科，红盘修年嘛。啊，既然是丁酉开科，咱即马是鸡年嘛，吼、哦，丁酉年就是即马新的科盘。丁酉开科，红盘修完，五庙下轿，金陵领令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咧扫群魔。扫群魔就是啥？无情的神，就是讲邪魔妖，吼、哦、妖，伊是改掉这个圣庙的名，是改掉王爷的名，但是伊呢？来坐位，唔是咱讲正港是玉帝所立方的正神，但是占着金尊呐、啊。那这尊神吼、哦、离开宝座了后，你来咱讲魔会来占魔，会啊有香火伊就会来占。连庙宫堂庙宇内底，你那如果讲吼无文化吼、哦、啊、这个，这个干那一个古庙底下，还足危险么？咱一般的公庙就是讲吼，啊好咯，啊都神拢底下猜，啊都戆神戆神生生的嘛，无人较早人哪会讲安尼？啊恁人都咱戆神戆神，神都甲雕叫坐安尼就安尼，啊你甲敲当就当敲西就西，你若无去甲敲，伊就坐安尼就是安尼，叫做戆神崇拜。戆神戆神就是戆神爱有人啊。啊你讲好啦，我都有啦庙啦公庙啦，我都请一个庙公底下早暗甲烧香，爱拜你就来拜，爱拜杯就来拜杯。因底下吼，伤闲，心伤闲啦，无代志做，无开口嘛，无代志做啊，无代志做也安怎，伊会离开嘛，伊会走去三山五岳四大步骤啊，加减去找嘛，找看啥物工课做无，啊无那登玉帝遐吼，咱大家拢咧交指令，咱达尊神登伊咧复命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是每一科吼、哦、所办的，吼、哦、要讲起来讲成绩单满满的，啊咱家己安尼，吼、哦、去啊拜班呐、啊、吼、哦，五更早条拜班。人阿咧讲吼，啊，他众生呐、啊，吼众神呐、啊，吼下降人间啊，恁有做着啥物代志？来，上教上教，我揣无成绩单好，好甲人讲，揣无成绩单好甲人讲，啊，那争头神都，人都无人要去仰托啊，有啊做兵啦，做兵去跋者香火，做兵跋者香火啦吼，啊是讲入厝啊，无请神来咱兜坐位，哦，啊咱阿要讲起来讲，神煞即马都变成讲安怎？无事可办啊，无事可办就啊，即马就来来养土就啥，跋些香火啦吼，甲车吼、哦，啊那无登记咧，连整车这个功能嘛无啊，啊连整车这个功能嘛无啊，啊你讲啊一年有啦，啊都五爷去甲安尼急叉叉咧，心理安慰也拢有啦吼、哦，但是正神伫遐，你那无代志好做，啊都无人好演啦，即马就是天地强嘛，天地强一力啊。啊，咱底下咧讲道高良好福，吼、哦，咱底下也讲啊，道高，吼、哦，道那高良好就福嘛，吼、哦，一定那高贵神就轻嘛。但是迄个人无底下做，迄、那个德甲道是要为对来。敢讲一个人底下因独角戏无神，嘛无成啊，吼、哦，啊你讲神底下坐伫等众生来跋杯讨香火啊，吼、哦，啊神无人来演。心嘛无空过啊，因咧嘛无成啊，都无香火啊，啊无香火就暗暗啊，啊咱都唔敢哦，这电话最多只贵咧，啊电话贵个减较细趴咧，愈点愈少趴，吼、哦、啊平常时啊阿公无啊无咧点咧吼，啊都早唔干啊叫庙公家烧一下香，啊平常时啊砖头的人都大家拢属拢工商去做工课啊，到尾就变啥，金庙起神，愈无香火就愈金庙起神，为啥物？你煞愈袂爱去拜。你去了，感觉讲无啥哩，也无气场，也无磁场，好像吼、哦、一挂神拢唔系走去对。啊，咱庄头的庙吼、哦，神吼、哦，佫拢用啥？你知无？用铜墙铁壁去安咧？为什么？惊人偷请神？拢用铁枝啊，一支吼、哦，去甲用咧。啊，中甲挖一空，吼、哦，啊边啊，就用迄个大锯锁匙甲锁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要创啥，主任委员吼、哦、再来开，吼、哦。啊，一年有拼大电吼、哦，啊，真正要拼就听清屯迄工。啊，有地都爱啦，甲清清的啦吼，啊那无来得甲扫扫的啦吼，啊个庙一个看一万块、两万块给伊，因呢，啊你那砖头的庙，那如果神真正是戆神，无人去配合，
无机配合，无人配合。人讲灵魂嘛，灵魂爱有演啊。啊，咱人你看我做歌的，伊若无化妆，伊爬去咧唱歌的，你若感觉会怪怪无？无拍面，好像咱即马来讲啦，好啦，北加将啦，来扫路啦。北加将若无拍面就对啦。伊用咱一般正常的，有无？咱的面安尼啊，穿咱正常的衫，伊伫遐咧打北加将的波。迄、那个威仪走出来无？走袂出来？啊，你会爱看无？你嘛袂爱看。种人神共演嘛，三组共班嘛，都有神，一定要有人。人若无教化，无道，这个神要哪去发挥？啊，神无地发挥，神就去找啥？找啊去找灵啊囝。神伊若感觉讲哦，啊，都遮坐袂调啊，我无来找机袂使，无来无一对手袂使，神甲凡一定要合作嘛。所以讲天人嘛，天人共理嘛。既然天人共理的时阵，啊，你有天地，有人，人为一三宅内底，其中都有三分是咱母娘讲，我修长阁落来，才较好的经济。哎，伫这世间，伊还阁有一个姻缘机会，倘好来做啥？倘好来做咱这天命之事的工课。啊，咱讲人爱教育吼，啊灵嘛爱用教化吼，啊灵要来讲起来讲，啊咱灵先来讲，啊人先来灵爱讲灵语。哦，啊，有时啊讲官语，啊，有时呢，吼，啊，咱这个人哦，灵啊落来时阵，咱平常时啊，啥物拢无爱，较早会爱水啦，会爱唱歌人曲，灵啊起来了，当惊庙静坐，吼，甲神讲话，吼，有啥物代志就来找神讲话，找你的主公讲话，其他你拢无兴趣啊，为啥无兴趣？迄个叫做，迄个咱都免讲拜啥物天命，迄性质来看就看有啊，一个人的性质咯，哦。在这个世间呐吼，大家拢总有每一个人也执着个个性，伊伫行的路会分出着这个人到底下摆会行啥物路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人啊出世生落来，手分甲看到有带吉带灵带子的，啊，这种啊走袂去啦，毋是做庙婆就做庙里的工课，伊的饭碗单单干有一碗好食呢，其他无饭碗，出去外口做工课安怎做安怎倒，安怎拍拼都安怎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工作啊，既然是天人啊，哦啊，天顶咱就讲，我天有天理嘛，人有人理啊，哦啊，这个人的理，甲这个道德，共鬼神，鬼神要升要升等，咱的公妈要有这个升等的机会，敢是咱这子孙爱修吗？啊，公妈给咱的德行，哦啊，咱子孙爱个修，补倒等于给因。啊！伊予咱的福报，啊，咱补功德的予伊，干免安尼？迄叫做这个啥？做完心愿，咱嘛是一种啥？嘛是一种，咱咧度嘛是自度，自度做人嘛是爱安尼度啊，啊，无变哪度？啊，所以吼，咱有时阵吼，咱就来讲较早过去啦吼，咱母娘讲啊，上简单的讲六万几年啦吼，咱就安尼个除以80岁就好。你会来人间多久？啊，咱人一般的人讲哈，哎，轮回死就煞，他有可能有轮回。你若讲无轮回啦，吼，即马内底有足侪吼意象啦吼。你讲无轮回，你甲想想话，你暗时啊枕头甲贴较悬来想想话，我那一半百里，我那老亲官你会生惊，为什么？好像有哦，绝对有。啥物叫做因？今日先家己个嘴皮啦吼，也要疼死哦。啊，咱先啊家己个先家己个嘴皮，无你到食酒醉个时阵，家己食酒醉个，家己去弄车，敢毋是家己先家己个嘴皮？啊！咱走到红砖路的时阵啊，遐鬼车讲你是安怎来，啊，再落醉醉落来啊！哦，啊，咱讲爬山啊，爬到尾啊，啊，落去遐坑坎底，啊，你是安怎来的？啊，都因为兴趣啊，我兴趣爬山啊。啊，无人讲菜塘食菜，菜加死，啥菜塘食菜，菜加死，物以类聚嘛，那个磁场一定会拉着你走。啊，迄都叫做啥？迄都你八色电内底有诶嘛，迄个物件，啥物人甲你抢未起，对你诶兴趣。啊！咱人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兴趣，啊，有个人人甘愿嘞，咱要三步一杯，五步一拜嘞，啊，要甲五体投地，啊，砰一下嘞，安尼吼，涂骹不管偌垃圾，人伊都要去拉萨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拢一世人后再去拉萨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安尼，人伊讲伊了了，为什么？值了？为什么是值了？刚才大陆人较无钱的时阵哦，讲。啊，咱就善食饭都食袂饱，咱后再来甲咱的做工作嘛，敲一届功德，人讲值了。为什么是值？因为我捌去大陆，因大陆人出山，我捌去看过，最头甲看到尾，安怎看？
人足简单嘞，伫厝内底足简单嘞，吼、哦、啊，出里头用个圆圆的锅啊做安尼，压压起个台嘞，安尼尔，功德法师拢无做，功德法师伫对做，功德法师伫个庙会做，啊，迄、那个庙，迄、那個、庙是国家内定的，吼、哦，这个亡者爱去登记哦。即马恁老爸老母咧破病，开始你就知影讲啊，这医生甲讲这活，且活且活久。吼、哦，啊，无偌久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知影讲肉体下步，你爱马上去庙登记哦，去庙登记讲，这个人已经死啊，啊，但是先呆掉去啊，过来要甲做这个吼，七啊是功德法师，庙你爱去登记，那是公家的哦，伊有领导，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做一场你要做到啥物程度，吼、哦，要做较好的爱开偌济，伊就有一个固定价格。即马新加坡嘛同款啦，即马新加坡无房啊地啦。新加坡咱咧住的时阵都住到下尖尖啊，尔三房一厅都无咱兜的厅较阔咧，都隔做两房啊。啊，新加坡伊无房补，新加坡人肉体下不烧，烧掉了后伊就是一个所在互你藏，但是伊毛一个固定的所在好啊，你去做功德，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晓读书。同款新加坡，咱是华人嘛，新加坡嘛是同款，甲咱讲同款的，拢是咱沿海地区的人。去伫新加坡啊！即新加坡呢，会使讲是万国地啦，啥物款民族拢总有。但是汉人也是较侪，就是咱咧讲中国人较侪。但是伊嘛是同款的，伊遐嘛是有三清宫，专门咧替啥？咧替吼咱讲亡者做功德，你去嘛是爱甲登记。然后吼，灵、哦、看要伫遐寄偌久，也有寄三个月，也有寄到百日的，因遐是百日。都夹路啊！啊，夹路无夹登去引导引导，因为新加坡无公妈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厝内底也无咧拜神啦。因干那拜啥？你知无？地基主，啊，你地基主是拜伫对，因个地基主放伫涂骹，好、哦，放伫因个门口个涂骹，迄叫做地基主。啊，伊用一个啥？用一个人固定迄种呐，大家好势好势安尼，啊，四四格格，伊就写一个地基灵，地基主。啊，你要拜地基主伫啊？因干那拜迄呢？所有公妈一定拢爱用那。因遐个规定就是啥，直接就是去伫个啥庙，啊庙就是道教庙，道教庙很多，吼、哦、道教庙就是三清宫道教庙，吼伊嘛是咱甲咱总会有咱甲台湾的总会有咧交流啦，吼、哦、他们是用这样的，啊恁厝内底你无看到因财什么神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那讲宫嘛细啊景啊尔，因为新加坡寸地寸金，你讲人因嘛是即卖已经接受完嘛，道教文化内底。祖灵归位嘛，祖灵归位，伊无一定讲彩礼咱道，但是伊要祖灵归位，他必然要有道的地方，有眼科眼法有道的地方，有咧讲道说法，有高公法师，伫迄个所在咧眼科做法的时阵，因呢甲公妈寄伫遐，百日因就夹路啊，啊咱家是讲花红一年才夹路，吼、哦，啊因遐哦伫做诶科技，咱嘛爱去甲看讲啊，新加坡咧做科技安怎做，咱台湾安怎做，咱台湾未来。二十一世纪了后，咱即马厝内底囡仔大生一个，吼、哦，有诶甚至敢生一个查某诶。阿摆只祖灵回归要去寄诶对，当然是寄有道德、有德行诶宫庙，有咧恩科恩化，有即、這个有咧雕刻礼拜、上敬恩敬遮，有伊咱诶祖灵，倒有所在通做完过嘛？祖灵伫遮咧修，嘿，也搁会当做护法，也搁会当行功嘛，也搁会当立德。啊！你唔能讲啊，祖灵摕咧都塔位个坑咧就好啊，棺材。你啊看，一间公司呐，大间个伊会愈大间，因为迄个叫做气场，迄、那个磁场呐好，自然呢，大家都拢讲哦，啊，大多一间公司有够好，迄间公司爱安怎靠才会入去？啊，靠会入去迄间公司，你就保证你一世人食穿用拢有啊？为什么？迄间公司就是品牌嘛，对吧？啊，道德嘛是品牌，道德嘛是根基呢。啊！你无道德、无讲、无讲话、无说法的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就冷机机，冷伫迄个所在会度孤啦。啊，到尾啊，规群就出来弄，为什么？叫你没事做，每天在那边吃喝玩乐，顾你也身啦。无正法、无正道，顾你也身。啊，所以讲一定到尾啊，趋势台湾的趋势会变成怎样？哎，家庭无公妈好摆，啊，袂用讲咱子孙不好，为什么？啊，咱的子孙就搬大饲囝。啊，班大饲囝，啊，班大教育囡仔，啊，咱的囡仔都唔知啥物叫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北部都无去啊，啊，北部无去啊，啊，你要五万咱囝安怎？早暗春分定神，甲你拜哦。即个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，若死了，你甲看，
咕咕咕啦吼，所以讲较懒呐、啊，有一点懒呐、啊。吼、哦、啊，咱的懒的时阵呢，要安怎？懒的时阵要想办法啊。吼、哦，咱即卖已经捌啦，捌知影讲吼，人爱学，灵爱教化啊。既然灵爱学啊，啊，咱都爱找所在学啊。咱肉体下不了，你敢讲肉体下不，你就去对啊？你马上会去对啊？咱人拢足执着的啦，啊，囝孙啊，咱的啦，已经厝咱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囝，迄囝咱的，你放会落无？啊，久的啦，咱若要讲到这条角龄，要放囝、放孙、放某、放囝，还是足难的啦。肉底下无了小伊啊，变富，这条龄嘛，当会顾的啦。孙啊，伊嘛要顾，某伊嘛要顾，啊，翁伊嘛要顾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捌拄着吼，我捌拄着办考办着啥，办着因翁肉底下无了后，啊，隔壁拄好迄灵骨，你才藏到一个小姐啦。迄、那个相片有够水哦，吼、哦、相片有够水，啊有嫁无嫁唔知啦，啊因某去，吼那爸爸那讲啊去塔的时阵哦，因翁的相片搭伫啊隔壁拄好一个小姐的相片，啊拄好因的灵位拄好放隔壁啦吼，伊讲民望讲吼，因翁伫阴间伫甲迄个。甲迄个小姐也是恶相，唔知啦吼，咧谈恋爱啦吼，啊恋爱甲足热的啦，即马吼已经拢无当啊咧相找，意思讲啊无当啊坐伫公妈家啦，啊伊就专心拢咧，人讲民间咧谈恋爱的，就讲伊民望几啊届，拢看到因安咯，看到因翁牵迄个查某囡仔就对，但是伊唔知讲因翁牵的查某囡仔，伊家己去看到相片，竟然是梦境看到，伊拄好连骨类都伫隔壁。啊，都爱看到迄个相片，佮伊就来问啊。伊讲吼，因翁吼肉体死啊吼，啊嘛出轨呢，吼爬小山呢，啊我就一直笑，你知无？我讲吼、欸，师姐，咱讲实在的啦吼，你即马去遐佮看恁翁的相片，我看到隔壁一个又去的对无吼？你就佮联想在一起啊吼，啊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啦吼，啊恁翁遐少年都无去啊咧，四五十岁都无去啊。对吧吼？啊，你讲伊个灵吼，即马伫阴间啦吼，啊，伊个灵即马呐，啊，我那咧爬小山啦吼，啊，你伫个即马即个世间啦，啊，伫咧想起啦，想起恁翁即马伫阴间足逍遥，啊，咧爬小山啦，啊，讲看要安怎办啦，甲办落煞啦，啊，我问你啦，啊，这要安怎办？无咱即马听有恁听到，恁大家拢咧开工嘛吼，啊，嘛有开工足济啦，啊，大场大道场嘛足济啦，哇，你来甲我教，教讲闹拄着恁翁伫阴间吼，你。去爬小山吼，啊！因某来讲吼，要安怎给拿开啦吼，卖因翁吼啊，第一阴间嗰里爬小山，因的话啦吼，他出处呢，他真的出处呢，真正假错呢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讲咱在生的人，你甲迄个吼肉体下部的人假错，啊，就是因为去看到迄张相片，真正，伊讲真正水，哦，啊。我讲啊，你都会晓讲真正水啊！咱看到的人都会讲婀娜伊水啊，恁翁看到煞未看水啊？都住伊个隔壁，对不？咱常咧讲大楼对不？咱来看到一层一层安尼来讲，哇！即马吼，即马因即马诶，即个人肉体下部拢咧住楼啊厝吼，啊住第几层呢？第几楼吼？啊，伊就甲你号码甲你骗咧，吼、哦！迄内底吼住咧拢几啊百户吼，啊几层第几层第几楼第几号，对不？吼、哦！啊，你嘛甲。把迄个灵当作它也是一个生活圈，它也是一个生活面，只是伊无肉体。亚中会开讲伫迄个所在，伊嘛会交朋友啊，哦，啊，人讲善友交善友，恶友交恶友嘛，所以人就讲啊，鬼有善的，啊嘛有恶的，啊鬼嘛调皮捣蛋鬼，为什么会有这些？这跟咱人的灵性有关系无？有啊，啊，你都爱伫在生的时阵，你都爱把这个灵性稳定，你都爱把事物好，事物端正，人若事物端正。啊！你去个阴间看到水的小姐，你嘛袂动念。啊！你啊，在生人都无端正，吼、哦。人讲吼，爱啉酒的变水鬼啦，吼、哦。爱酒爱酒鬼啦，吼。爱跋筊做筊鬼啦，爱爬车啦做色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这你在生拢无转啦。在生你都无修，你习性都带掉了嘛。啊！习性啊带掉了，你个想做鬼的什么型的？啊！无钱啊，爱过来，啊！钱啊，爱过修，钱啊，爱过一直修炼，一直修炼。哦，啊，胃有欠缺的，一直补，功德无够，一直补，吼、哦，家己德行有亏损的嘛，一直补，因为因塔各塔因嘛，啊，所以讲真业并修业，一直加，啊，世间轮回就重演啦，他无。啊，咱那个听听的，感觉喏有道理啦吼，
啊，无咱讲吼，即马拜佛的人很侪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拢讲在生拜王爷死了偌佛祖咧，啊，佛祖都甲娶伊啊，啊，那换一个吼，你阿咪过来，啊，小呐，世间人嘛是感觉有加无减的哦，啊，去西方极乐世界遐人，啊，都拢未来出世啊，去极乐世界是来世间出世要创啥？为什么这些人会过来？人会过来就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做伙，伊就会阁生啊！你若要甲生足侪人，世间就足侪人的一定的，那是物质，迄个灵又阁无关系啊啦吼。叫做《布经老母静心心经》，布经相分天相亲，现在所收听一个无极老母静心心经，敬仰无极无娘亲，一统大道天地人，至上神威在高天，三十三天上主人，装修圣灵化光明，虔诚供养宣真经，无极香魂演香清，阴阳主演化神行。所以吼，咱母娘讲一拜无极，母娘亲善恶爱分明；二拜无极，母娘亲愿受神通；三拜无极，母娘亲保佑安宁。啊，所以吼，咱讲诸天三界各有命啦吼。啊，咱那如果讲今日个吼，咱都有因个因缘机会啦吼，啊，都甲咱个母娘来结缘啦，甲咱师父来结缘啦吼。咱总是吼做人爱有淡薄啊负责任啦吼。我就像你讲哦，啊，咱家己唔修，哦，啊，在生来拜王爷，死了拢要落佛祖，啊，佛祖咁应该予咱落的，佛祖不应该予咱落的啦吼，啊，佛祖嘛唔是咧修歹当故事的呢，吼，啊，你万恶不赦的灵，吼，啊，是讲累世因果歹遐重的，啊，肉体下步，啊，就三宝甲拆起哩，啊，人佛祖就爱来甲你接引啦，啊，哪有遐简单哦？我咧讲，咱人都免食青菜，人遐济啊，嘛免讲吼去剃头，都爱过去点盖疤。啊！每一个人都拢会当升仙得道，啊！每一个人嘛，当去西方境极乐世界去逍遥自在，安尼世间，安尼就算讲是非无分啊！
啊，咱那佛祖是有嘛无分呢？现在讲佛祖是有无分，那是咱自我感觉良好，是你三宝加财气，你加请来无？无多无得，吼、哦，这个家庭啦，无多无得啦，伊家己本身德行都无够，我讲啦，你香加烧上好个啦，一斤三万六个，佛祖你无一定请来。啊，你讲有啊，阮都有看到，阮都看到阿弥陀佛坐中央啊，吼、哦、啊边啊都观世音菩萨啊个。边啊，这就是叫做三圣嘛，三圣大势至菩萨啦。有啊，你看到是金普利的啦，嘛，个唔是金的咧，普利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有啊，较功夫用铜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无是用塑钢土，吼、哦。你敢知影三宝吼、哦？人啊，拆断拆拆，你敢知伊藏对？你若记人诶有啊？你若记咱诶迄个专门伫讲拜石场诶，因兜你去遐看。哎呦哎！哎、欸，西方三圣那个金蝶表格啊呀，啊都无出场啊，没有他出场的机会啊。他出场的机会就是要登在那个蒙者的相片的头前，坐伫上顶观战。但是那个蒙者都出山去啊，啊都无伊登场的机会啊。啊，西方三圣三宝放伫对，啊放伫因兜的表格啊呀，上不起眼的地方就甲堆伫遐。有用到无？有用到就甲请出来，有垃圾就甲切切的。咱去看到，拢是看到人的形象。啊，讲啊简单嘞，就是安尼。有一届吼，即释迦佛，去较远的所在啊，离开吼，伊迄个道场离开吼，真、久。啊，即马有一天嘞吼，释迦佛就要回来。哦，伊内底吼，遐三千弟子吼，伫遐听道理的，即所有弟子呢，都大家话嘞，讲佛陀哦，当时哦，啊，已经去封山哦，伫要回来，伫要回来咱的道场，咱都爱来去五里殿外来去接佛陀安尼。啊，即马大家画咧吼，啊，就大家咧队伍排甲真整齐，去迄个吼离道场五里之外，去遐咧接佛陀啦，去遐要接佛陀。啊，即马吼排第一列，迄个当然是当家嘛，就是比较较观战的，吼、哦，咧排伫第一列，安尼沿路安尼排去，啊，拢跪伫路边咧看佛陀伫遐远远来的时阵吼，拢排伫遐伫跪接佛陀啦。啊，即马有人开嘴讲啊，佛陀你等啊，我第一列吼、哦、来接佛陀，佛陀讲唔是呢。伊讲，就是我排第一列啊，我第一列来接佛陀你回来啊。佛陀讲唔是啊，吼、哦，第一列接到我就释菩提啊。为什么是释菩提？释菩提我甲招伊都唔来啊。为什么？释菩提伫动物咧修行，吼、哦。释菩提咧打坐啊，但是伊是咧创啥？伊是逐工拢咧消化佛祖所讲的经啊。佛祖所讲明心见性，这所有的经典，包括佛祖讲过这经义教义啦，吼、哦，这伊即马在静的时阵吼，伊开始就一直咧演，就咧相应嘛，相应吼、哦，咱讲释迦佛所讲的话嘛，所以呢，伊知影，伊知讲今仔日释菩提有神通嘛，伊知影讲今仔日佛陀伫要回来，大家拢走去五里外走遐咧等要接佛陀，但是去接到的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人讲哦，佛陀今日叫我上早，啊，所以讲我第一个吼、哦、接到佛陀哩，伊讲唔是你啊，伊讲啊无够像啊，伊讲释菩提啊，伊讲我释菩提也无来啊啦，伊讲释菩提用心甲我相接啊，自性相应嘛，法相应嘛，就是伊甲我相应，就是伊接我，恁接的是啥？接的到我这个下海的肉身色体嘛，我这个色身肉体，你接到是看到我的形象尔，你无看到我的心。你无讲到我的性，所以我自性三宝你无得到嘛，所以你才有接到我。你拜到我的形尔嘛，啊，这个物件会歹，有一天小小会歹无？啊，佛祖灭度了后，啊，佛祖人甲分做偌济，几个国家拢要甲提舍利，小小的吼，拢有舍利主啊。好，我看哦，多一个王吼，较有权力，啊，就来抢。吼，啊，大家咧排队要爱啥？啊，佛祖所有身躯烧出来，才佛祖舍利。即下哩分到世界各国啦，吼、哦，迄佛寺有诶就有，啊无诶人无嘛，要加加有啦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佛陀伊是一个真正大觉者嘛，啊伊讲释菩提有接到我，啊但释菩提本人无来，伊是用心来甲我接啊，伊即马咧甲我法轮相应啊，吼、哦、自性相应，法相应啊，因为。释迦佛所讲过的道理，伊一直伫个头壳内底，一直咧轮讲，一直咧轮讲，一直咧消化嘛。伊这物件，你讲予人，人嘛爱豆豆消化去呢。豆豆消化，还佫身体力行，还佫身体力行呢。你无身体力行，你讲遐法咯，伊嘛等于啥？为一空听过，一空走过，就是咧讲
咱咧讲，讲啊有听开也无啦，有讲开也无，啊有听开也无，就敢那钓哪过水，钓哪过水上无嘛，啊遐所谓垃圾地都安遐无，对无？钓哪过水就是安尼意思，无劳累啦，吼、哦、啊就进行听进行过，上无嘛要有神经，要培养自神经，所以下根器的人，你听讲道理是背人去听，但是你是背人去听，上无你也钓哪过水，你还佫有一挂神经知识漏掉咧。啊，人啊，真正在修学的人，伊是用心听，然后一句一句豆豆啊消化，豆豆啊，家己伫内家己的自性内底一直咧演，一直伫咧听。迄个毋知正讲真正是咧学的。吼、哦，咱即马讲，咱的释迦佛咧讲的讲这段吼，讲伊啊地主拢讲，因安尼五里外就来遮咧接，来咧遮接佛陀，佛陀讲恁拢无接到我，恁无接到啦。是释菩提接到，释菩提无来，竟然释菩提接到，佛祖才讲予遮个听。遮个所有信徒啦，吼，也是讲伊个地主，大家拢汗颜，伊啥物无话通应啦。我平常时啊，你甲我咧做伙时阵，我逐工拢咧恭敬啦。啊，你感觉讲咱人啊亲近道个时阵哦，你会亲道，亲近伫高人个身躯边，你袂晓要爱。啊，你都爱去山头领买吼，好、哦，你听人讲一句道理，当然你会学落个得志。哦吼，迄、那个师傅够牛，有够牛的就对啦。但是伫你的身躯边，这个哦，你袂珍惜，为什么？迄、那个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啊，你讲佛陀，大家拢伫咧说法，正经有开悟正果的，这阿罗汉有偌济？一降过49年的经，为什么讲这经济会爆于外口出来？定哪过罪犯，定哪过罪，有真心有修炼的人，真正正果阿罗汉，伊正不退转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咧讲讲，即个所有的这個，啊，咱人来世间，你甲看，即、這个足够的人伫你身躯边哦，你还瞧不起他，迄叫做啥？金标起神嘛，金刀起刀。啊，既然金标起神，金刀起刀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即、這个人你都捌伊啊，阿幼他有影有外高，就跟阿妈祖禅师同款啊，要等伊的故乡吼去讲道，因故乡的人无甲一个要出来甲迎接，为啥物？啊，较早都卖豆腐的因囝。啊，讲去出家哦，还有外敖，爱听也罔听，为啥物？大法师当间庄中，无一个会晓要爱，无一个会晓请法，所以马祖禅师吼，他个害害呢，离开伊个庄头，伊本来是要等伊到因遐庄头遐所谓六亲眷属，但是因为人捌伊嘛，较早是卖豆腐的囝，吼、哦、啊，出去几年尔，假讲即嘛偌出名禅师，啊，迄卖豆腐的因囝爱听也罔听。一个破冷水，两个破冷水，本来是激将要去甲听，尾啊人一个破一个冷水，遐无神经的人多一窝，怎全部散开。啊，迄场都讲无，都无讲啊，妈祖都无讲啊，哎呦，都无根基啊，啊无根基就算了。来来来，今仔日哦开讲伤久啊吼。来，咱的朋友，如果那是有需要面向服务，然后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下晡是2:30要开讲报道，还是讲要等下请示问询，咱都非常欢迎。那咱进一段小广告了哈。慈天必胜宫的所甘蔗香品香油款素茶罐末小盘香普灵灯，那么咱的朋友。哦，咱伫宫内底所制作的香品，咱拢有送检经济部检验合格，所以每相对安尼讲，咱的香是天然的哦，唔是喷水香，嘛唔是化学的，啊，所以讲咱用的念啊，拢是会当用这个吼啊无污染的，所以无重金属，咱做笑三甲笑六的香，啊是讲做24点钟的香款，啊是4点钟的小微香、小盘香，真的咱拢是用心来做。是咱九天母娘甲咱降世的配方，啊，这个配方配了好，自然哦，这个味道有够，吼、哦，伊个香调甜呢，吼、哦，调了有够，人讲降真香，降真香，所以咱常咧讲吼，上供养下布施啦，有咧烧香，啊，都保庇啦吼、哦，人讲香烟缭绕通天界，恭请千神万佛降临来，道祖母娘甲地主来消灾并祝福啦吼、哦，所以人讲早暗烧香，就是咧求啥？求一个咱安心自在、家庭平安呐吼，所以咱甲咱广告香品呐吼，笑三笑六在咱家夹吼，啊咱来讲，啊你叫一分三斤，啊咱夹过，你感觉这个香真好，啊咱要甲用吼、哦、10斤，就是请3分9斤，咱送1斤呐吼，啊咱来供，咱就买千送百，
就是让我们减少寄送的费用，来送一些香品让我们的道亲大家来点。还有一项就是什么，我们现在从这个灵草加龙脑鸡较济，安尼落去做啥？落去做足特殊的卧香，然后，那么卧香呢，我们可以呢打坐用，也可以供神佛。好、哦，点有捌点过卧香的人，也知卧香，好、哦、就是这样子，用、哦、这样子点就可以了哈、哦。以上这是香品的广告。好、哦，阿咱呐讲要叫香啦，顺续讲要过乐器啦，真介你风萧牙膏会给你，甲等两条啊落用看卖。那呐洗水机的时阵哦，配落你会感觉讲阿那样转会。这就是你的牙周周遭牙菌斑太多，细菌太多、哦、啊我们洗嘴你就会感觉说、啊、牙齿松动啊，过来旁边就都有干灰石配出来砖灰，这你已经亮红灯了、哦、我们过牙齿像在过酸椒这样，因为现在要种一粒嘴齿要五万起跳、哦、较好的还有七万呢、哦啊、七万你要买一粒酸很大粒来刮呢，金细细了、哦、但是我们说过牙齿怎么像在过酸椒这样，真介意真正袂歹，你甲用看卖。啊，咱讲洗面呢，吼、哦，还是好哩咩？洗面呢，你感觉这个洗面真正有够好诶，尤其是这个寒天，咱即马咧洗，吼、哦，咱袂吼，咱感觉白白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氨基酸它是会最温和的，吼、哦，咱的皮肤然后较过敏性诶，用氨基酸洗脸真的非常好。那咱内底吼有咱这个乳液保养诶，吼、哦，啊，毛咱这个 DB 霜。所以讲一组3999，啊是你要单买啦吼，咱要用洗面的，咱就甲买洗面的，吼、哦、要 T B 霜，咱就甲用 B B 霜，用 D D 霜啦吼，啊咱若要用乳液，咱就甲甘请乳液都会使分开啦吼，会使分开结缘安尼。咱好丽美化妆品啦吼，会使讲是真温和啦，真正袂歹用啦吼。以上是广告，咱要结缘直接卡电话591605，我关心的道亲会记了加05感恩。来啊，咱赖师兄呢，我们点播一对洗目睭的啦吼。这个是五秒五加范灵芝，也是梅香所灌录的吼，咱甲听看卖。Yeah.
现在所收听一个五秒五加范灵仪，咱节目呢进入到后边段嘛，感恩大家。昨天必须讲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道歉，咱再加一个空五。啊，咱若如果讲伫 FB 啦、脸书看到啊，咱的慈天必胜宫内底即所有的吼啊存档的节目，咱要甲分享。伫 YouTube 咪也可以分享，啊，伫 Google 也可以分享吼。啊，所以讲咱伫咱慈天必胜宫的即、這个脸书吼，咱拢会当吼感恩啊。咱讲洪正文师兄辛苦的转档，有大宇师兄的群组啦吼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啊，咱啊桃园吼，桃园梁宏圣殿吼，梁宏圣殿咱的师兄啦吼。啊，师姐啊，在桃园哦那边也给我们分享吼、哦。啊，伫高雄的师兄师姐吼，也、哦、是讲伫咱不管讲伫倒，都听到咱的节目啊，都会当用电脑吼、哦，咱 FB 来分享，也是讲用 Google 来分享啊 ，YouTube 来分享，我们就加减加分享，就等于讲啊，咱母娘的这个音声吼、哦、啊，伫咱这个线顶吼啊，大家听一下这个音频频率，会共同努力的吼、哦，希望讲哦。啊，这个社会社局会当阁愈来愈好，然后愈和谐、愈协调。咱人也安定，身体嘛安定，家庭运作、事业嘛安定，然后来，伫只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